黄庭经是我们古代的不传之秘，这个这个修炼第一书《黄庭经》。我的这个当时少来内经一指禅的师傅，他就是他就特别提醒我，他说：“你看黄庭经，你看黄庭经。”我说：“我看那玩意儿看不懂，为什么看不懂？什么蛇神叫什么，齿神叫什么，耳神叫什么，眼神叫什么？我说这都牛鬼蛇神的这个东西，迷信的东西，我才不看呢。” 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对师父不敬。师父是很好的心，他教你这个，他是有他的道理的。他这个这个修炼第一书《黄庭经》，很多人忽略了这个。实际上，在你的心死、神活的当下，神使出来，神思不得了啊！神目如电，神思那是。 所有的几大节的东西都可以叠加到一起，这才是叫灵感思维。灵感思维说白了就是神思，就根本就不是你的人的思想可以思的。而这里面有什么神呢？有天神，有地神，有人神，有鬼神，啊，这里面的神的这个境界都还有体内的千神万神，它都会产生神思，啊，它都比你强，它都比你今生学到的东西那要。 智慧的多了，它就是展现了神明世界和我们的巨型宇宙的百分之九十六的暗空间、暗能量、暗世界里的生命体进行一对一的沟通、一对一的修炼，那这样使你此生就能完成终极智慧的获得和终极使命的完成。它是要歃血，这个受盟，就是你要对天发誓。 你要把手指揽破了，在那个药酒，在那个酒上面滴三滴血，所有的人要都滴三滴血，滴到那个水里面去，这个水和血交融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交融在一起。受传者、师傅的也要滴三滴血进去。哎，这个古代是通过这样庄重的一个仪式，对天、对地、对众生界负责任，抽三滴血，来用自己的心血。 维护着的一个秘密，说是大家要重视这个方法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